可能 LPG 直接卖给你。汉堡啊，你是多么的神奇，你可以使老的变成少的，丑的变成美的，黑的变成白的，错的变成对的。假如我必须死，我可以把汉堡当作新娘，把它拥抱在我的怀里。啊，汉堡，我爱你。大家好，我是秃草，旁边呢是我的好朋友佳佳，对了，我有女朋友，不要每个视频都提一遍吧，我因为最近真的有很多绯闻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吃厦门，据说，不是据说，厦门就是最好吃的汉堡。虽然说我没有吃过，但是我看它的这个制作过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很馋了，我先咬一口啊。哇，它的汁水迸发出来，它的肉不是那种全熟的，它是有一点点粉嫩嫩的。它的调味是那种很复古的汉堡，就是酸甜口，然后它肉汁还蛮多汁的。这个汉堡吃起来不会油腻，是清爽型的，好有满足感。就是相当于我连续打旁边人打100次那种快感。可以，而且打那100次的时候都是拳拳到肉的那种快感。不行，好吃啊。不可以。它这个牛肉怎么说，就是非常的有自己的灵魂，有自己的 feel 在。 feel 是氛围， feel 就是它是那种氛围感牛肉。对，就是有氛围的。无论你是在厕所，或者说在床，太恶心了吧，在床上，或者说在各种奇怪的地方吃这个汉堡，它都是搭的，百搭汉堡。最后口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好。Oh no.